好，底下我们看第七题。第七题是求以 F1 一负一，还有 F2 负33为焦点，然后八是长轴场的这个椭圆方程式。那我们可以设 SY 是椭圆上任何一个点，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任何的这个点 SY 到 F1 的距离，加上这个 SY 到 F2 的这个距离，它是等于这个长轴的长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根号 S 减一的平方加 Y 加一的平方加根号 S 加三的平方加 Y 减三的平方等于八。那我们把根号 S 加三的平方加 Y 减一的平方移到右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。然后我们就把两边平方，就可以得到 S 平方减2S 加一加 Y 平方加 2Y 加一，就等于64减16根号 S 加三的平方加 Y 减三的平方。然后再加上 s 平方加 6s 加9加 y 平方减 6y 加9，那我们经过整理以后，就可以得到16根号 s 加3的平方加 y 减3的平方就等于 8s 减 8y 加80，然后我们把它统除以8，就可以得到这个式子。然后再把它两边平方。就变成四根，里面就是 s 平方加 6s 加9，然后加 y 平方减 6y 加9，就等于 s 平方加 y 平方加100，然后加2除减 20y，然后减 2sy。那整理完就可以得到 3s 平方加 2sy。加 3y 平方加 4s 减 4y 减28等于零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椭圆方程式。